两岸统一后，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，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状态下生活和工作，祖国大陆将更有条件更好地照顾台湾同胞。在确保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前提下，台湾同胞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的尊重，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、宗教信仰、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。所有拥护祖国统一、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正当家作主，参与祖国建设，尽享发展红利。